EUR EUP 喷油器、研磨、测量套装工具。下面介绍一下使用方法。下面以博士 EUP 为例，介绍一下使用方法。拧松紧固螺丝，取出发芯，选择合适的研磨棒，安装到专用工具上，铺上研磨膏，开始研磨。平面研磨完毕，然后研磨锥面，用锥面研磨工具开始研磨，研磨完毕更换大一型号的阀芯，研磨完毕用清洁毛刷清理平面，此工具为一号升级版。行程测量方法，专用工具安装千分表，千分表归零，行程测量，工具使用方法介绍完毕。